영원하다는 건 어떤 거야? 끝이 없는 거지. 한국 2대남신 콩류 及 부保健 동台表示. 아직 위험해. 안전한 곳으로 가야 돼. 왜 위험한데요? 야. 내가 죽지 않는 존재라서. 永生战士一部复制人题材电影，饰演永生人的朴宝剑，从心智年龄10岁的男孩到感情丰沛的成年男子都难不倒他。而孔刘则是成功诠释因濒临死亡万念俱灰到接触永生人后对人生有新的理解。两人精湛的演出，上映首日全台破300万票房，同样首映飙破300万票房的还有这部。 故事真人实施改编，由马志祥、陈嘉桦合作演出，讲述从一个看不懂五线谱的合唱团指挥，一个到处流浪的音乐代课老师，和一群五音不全的原住民孩子，希望在合唱比赛中夺冠，免于被废校的命运。可惜最后比赛惨败，但是他们也才发现自己真正的声音。